知的实相二第五篇。在上一节中，铁三角塞斯、鲁伯与约瑟都已经出场，大幕拉开，路由器先生弗兰克隐退到幕后。塞斯透露出真的母亲源自一个强大的灵体，可惜内部的扭曲令其崩溃分离，导致灵体降级，需要寻找新的立足点，而他的一生都没能运用其自由意识。塞斯提出了动物是自我主意识的一个人格面向这一概念，并且自己的一部分还在当狗，意识主体犹如花朵，同时朝每一个方向展开着。地球有自己可以承受的人口上限，人口爆炸会带来服务器封闭，阻拦新玩家登录，转流玩家进入其他平行服务器，并用某些行动加快超载服务器内玩家下线的速度，来保持服务器运行流畅。演绎着真的鲁伯之前与塞斯相互演双簧，一个当灵媒，一个当线人，而真在上个世纪做灵媒时取得过相当卓越的灵性认知成长，可惜在真的这个载具里到现在都不怎么能发挥出来，需要继续磨砺。原因是真的这个角色人格太过强势，需要学习柔软下来。塞斯说出了他最后毕业时面对的人生课题，那就是对愚蠢的人保持谦卑。想想也是，作为成熟的灵体，看我们这些不同层次的探索者时，我们无疑都是愚蠢的。如果塞斯不能学会与我们平等的交流，始终是颐指气使的态度，就无法平易近人地当好指导灵与心灵导师。好，下面我们看看本节的主要内容。第五节，昆虫片段存有。1963年12月9日晚上9点，星期一。你能告诉我们真的活动空间有什么意义吗？转世，他早些时候在这个活动空间就觉知到了这一点，对他非常重要。这和选择或属于什么宗教有关系吗？除了僵化和封闭的心智可以是有害的以外，没有关系。不要教条，重要的是感觉。第一小段中提出了真的活动空间，这个空间可以理解为现实中生活里活动的空间，意识可以驰骋的思想空间，两层双关语。看塞斯的回答，这个活动的空间对他非常重要，他早些时候在这个活动空间就觉知到了这一点，转世。我们已知鲁伯在上一世是通灵大师，并且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但只能生活在过去中，就是那个时候那个角色的当下中。而这时的真是鲁伯的最后一世，那无疑在上辈子他已经明确地知道此生要经历什么，会经历什么和拥有怎样的结果了。所以这个活动空间对他意义非凡，就好像你在高二时就很确定自己会在转年进入高三，并面临备战高考一般。宗教对于是否能毕业、是否领悟真理、是否觉知自我内在心灵意识并没有什么注意，相反的，宗教里的律法、仪轨、繁文缛节、讲究、认知局限、门派格局、尊卑秩序、社团政治、社群宗派，都形成一个个的小社会，让沉沦其中的人偏离自我灵性的初心，落入宗教的网廓中，犹如蛛网上的飞蛾。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各个宗教的开山鼻祖，其真实意早就被各种不同利益需求扭曲了。5000多字的《道德经》错了720多处，圣经更被改得面目全非，佛经压根儿就是后世编出来的，佛可以不留一字的，说是就是不是。所以，不管是从哪一门进入自我的内心，这门不重要，重要的是了知到内在自我后，要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而不是教条。地球在我们现在的文明这么复杂之前，配置小吗？是的，在另一个阶段是特别共存的，但从时间上看并非同步，这自然演变成了另一个阶段。
地球在线同时开放很多不同的服务器，不同的服务器内提供的游戏版本是不一样的，有些很类似，有些则大相径庭。单一服务器内的游戏脚本也经过了多次版本号的升级。我们所谓的历史与未来，都是我们渴望看到或开发组想要让你看到与知道的。但是你是否来自那个版本的过去，是否要去经历本版本的未来，由你自己决定。过去还在发生，从不封闭，未来已经发生，但却可改写。怎么理解呢？比如你在2060年老死了，下次你选择在1060年出生，你还在那一生中改写了历史，那你现在的历史还真实吗？如果1060年的历史被你改写了，那2060年的历史还会与之前的相同吗？在没有时间和非线性的时空非连续空间内，一切都有可能，而一切都是混沌。别跟我讲逻辑与道理，因为非线性多元多维中任何的线性因果一维思维与认知模式都是幼稚与不科学的。没有线性就没有宿命，成功是必然，失败也是必然，都是概率中的一部分，而我们在做的就是增加某一领域的概率占比。提高占比的方式就是自己对哪一种资讯持续的投入关注，你的能量滋养你的未来，时间是能量，精力是能量，你关注什么就体验什么。但关注分为两种，渴望与恐惧。你渴望得到的，需要你为其创造出可供显化达成的先决条件及必要的行动力与合理的步骤，而你害怕遭遇的却简单很多。只要你持续地保持对它的忧虑，那就会免费快递给你，还不能退货，并且品质保证，假一罚三。当我提到了牙痛，我曾经在那天下午有一种感觉，自动回答，牙齿和神经和根现在都在休息，现在的感觉正常，无毒害。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不光是心神与能量的扭曲，还有物质层、化学层、神经感知层、心理层、生物层。牙齿是物理层，麻药是化学层，神经是感知层，怕牙痛总是担心是心理层，有无细菌性炎症是生物层。不能说我们学习了灵性就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一个框里，以点带全地解释一切。你要是今天吃咸了叫水喝，那跟灵性无关。你要是天天都吃咸了高血压了，那也和灵性无关。但因为长期焦虑导致你的肾上腺素长期过量，自己感觉口干舌燥，你因为内在空虚老想吃甜品导致血糖过高，然后口干舌燥，那就和你的心理、心性、灵性有关了。同一个症状要不同的分析。赛斯，你有没有在地球上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转世？存有通常在一个时间只有一个，片段并不像存有那样，在一个时间可在地球的每一个层面上。片段是活泼的，并容易受到力量攻击，一些强迫力量的攻击，对此所有的地球生命都是同样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赛斯的回答并不是直接的说是与不是，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概念，存有。那存有和心智人格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请注意赛斯使用的词汇通常，那就是说有特殊情况或例外的可能性存在。在一个时间只有一个，灵界内的时间流速与我们的不同，在一个时间指的是存有这个不同意识片段的集合体，它本身也是在自己所在的时间线中不断成长与发展着的。在其他的时间线中去看存有所在的时间线，每一个针中都有一个成熟度不一样的存有。就好像存有看我们时，我们从生到死都同时呈现在他面前一样，虽然都同时呈现出来，但每一个当下真理通常只有一个。
在同一时间内是否可以有两个或更多的针呢？是的，可以有修女针、作家针、通灵针等。是否可以同时有多个源自鲁伯的意识片段呢？是的，可以有塞斯、鲁伯、弗兰克都在此时此刻。在同一时间线内、同一空间内、同一时间内，是否可以有两个针呢？是的，当针去观摩别的针怎么运作 ESP 班时，那个针的时空中就同时存在一明一暗两个针，一个角色针，一个自以为是针的鲁伯。那这里塞斯说的存有通常在一个时间只有一个是指什么呢？宏观我的集合，在它所在的空间与时间线内，每一针里只有一个自我存有独立存在着，在同一时间地点里，通常不能有两个实体我同时出现。片段并不像存有那样，在一个时间可在地球的每一个层面上。这时再看第二句话，你就好理解了。原来塞斯管我们的意识集合体叫做存有。还记得上一节里，约瑟回想自己所扮演过的各个角色，一个个被分隔在时间的墙里出不来吗？而约瑟的意识主体看着一个个的自我，却是通透一览无余的。通过这个，你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塞斯叫这些同时存在的不同自我角色为片段了。那么，知道了片段是角色的内在自我意识，再回头看存有。存有就是那个看着一个个分栏里人格片段各自折腾着的那个全然的大我或高我，而片段是角色载具中正在演绎或演绎过的自我意识。当鲁伯从真的载具中出体，去其他平行线上观摩其他真的 ESP 课时，他去看的并不是另一个鲁伯怎么上课，而是另一个真怎么上课。那么在他切入另一个平行时空时，他切入的不是另一个现实，而是另一个平行现实的实况转播。所以，存有可以在同一时间，在地球的每一个层面上。这里的层面不是说外太空、大气层、地表、地下这样的物理层，而是各个同时展开的平行层、时间层、角色层、维度层。每一层中都有一个真，也就是角色，在真实的运作着。片段是活泼的，并容易受到力量攻击，一些强迫力量的攻击。对此，所有的地球生命都是同样的力量。片段一词在后续我们将频繁使用，在这里我们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片段在塞斯资料里意味着此刻扮演着某一角色的内在专属意识状态。为什么是专属意识状态呢？因为同一个意识在演绎不同角色时，因角色给意识带来的经验与体验不同，对意识形成不同的认知扭曲，因此造就出拥有不同特色的意识片段体。片段是活泼的，我们叫做灵魂的那个东西，其实就是自我意识的片段，它是活泼的，白天晚上都不闲着。你这里要是无聊，它就出去瞎晃，你一发呆，它就遐想，但是它却很脆弱，容易受到力量的攻击。这力量可不是物理力或电磁力，而是心理的冲击，恶毒的语言，卑劣的行径，恶意的打压，情感的背离，哪怕一个眼神，一句闲话，有的人都能受伤很久缓不过来。而这些不请自来的打击，在某种意义上是强迫施加给你的，比如网络暴力，路遇麻烦，遭遇职场小人暗算等。这样的力量每个人都有，甚至每个生物都可以散发出来。这力量可以用来成全、辅助、爱护一个人，被称为白魔法的祝福，也可以伤害一个人，用诅咒、咒骂、诋毁、算计来削弱他人或自己，称为黑魔法。昆虫是片段吗？是，难以解释。我们看到的昆虫是个体，但昆虫却以我们很不好理解的去中心化群体意识的形式存在着。每一个单一昆虫都表现出全体的能力，犹如云计算机一般。
昆虫个体不用复杂的脑，而只是一个简单的群体意识接收与发射装置，而其群体成为一个可供体验的意识独立单位。为什么在人类之前，动物在地球上生存了这么久，花这么长时间，是因为存有要建立人类形象。这个过程现在还在地球上继续吗？是，存有来来往往。地球在线试运行试玩版推出了很多个版本，期间也实验了多种角色造型及亚人。这些亚人到现在还在某些其他版本中继续运行着，也有相当数量的玩家更喜欢那一游戏体验，比如水中的海员、天上的鹰人、地下的蜥蜴人等副本模式。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们也只是一种可选的种族副本，彼此彼此。每一个版本都在不断升级着，为了留住玩家，保持在线人数，推出游戏项目的迭代更新，提高可玩性与游戏体验的深度。其他星球有行星吗？当然。如果你选择，可以到达银河系吗？如果我选择，不过我有其他的考虑，我会跨出界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我的美好感知。你能旅行到大角星吗？距离我们最近的星球之一。任何地方都是可能的，对于你和我，这些地方是不同的，对于我没有分别。一个新手村的玩家问师徒关系中百级别的老玩家。徒弟问，新手村外还有其他地图吗？师傅说，当然。如果你想，你能进入高阶副本吗？如果我想，不过我现在要带徒弟，我的级别可以进入任意地图与副本。你能去二十级地图上的副本吗？任何地方我都能去，都是可能的。对于你和我，这些地方是不同的，对于我没有分别。所有地图都已经解锁了，瞬移到已知地点没有任何难度，而你需要一点点拓荒解锁地图，你无法进入比你等级高的地图参与体验。大角星有多少行星？五。这些行星中有几个有人居住？三。但所有生命都不是你们这种生命类型，许多适宜居住的地方似乎都不适合你们，你们的感官只能领会你们自己的那种生活。地球被外星生命拜访过吗？连续不断，这并不奇怪，外星生命相互之间不能看到，睡在一起也不会感觉磕碰。当我们旅行到其他行星和恒星去寻找生命，会发生什么？你可以发现一些你可以辨认的，你们的科学可能会发现你们的感官不能单独发现生命的多种方法。在这一段中，塞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不同种类的文明使用不同的显像频率。虽然大家都共同使用同一个底层地图模型，但因为显像频率不同，导致不同文明间彼此不可见、不可知。哪怕相互在同一空间处于套叠的状态时，也彼此不能感受到。就好像对于我们来说，火星与土星这荒凉的星球曾经是宜居的，但现在已经废弃了。但是从火星或土星上的文明看，地球还处于到处火山喷发的原始雏形阶段，不适合生命的展开，只有自己的星球上是宜居的。太阳系之内，每个文明比邻而居，但都觉得只有自己。不说其他星球，就是地球也一样，每一个频段上的文明都各自觉得自己是独占地球的文明，而其他的文明不是过去就是将来。但要知道，所有的时间频段对于灵体来说都是同时展开的，在他们看来，大多数星球上都有不同的生命形式，每个星球上层层叠叠地布满了不同版本的文明、人种、垂直可能性、平行可能性、纵向可能性，一切都挤作一堆，只能靠频段来区分显示。每一个频段只能看见与自己同频的实相，并与之互动。而当灵嗅到一定程度后，自己的内在意识可以开启广谱调频模式后，
就可以切换自己所在的时间频段、坐标频段、显像频段。比如2020.1031.143.245.4.174.04.07这个频段，定义了时间坐标第183号宇宙服务器、245号星系、4号旋臂、174号星系、04号行星、07种亚人族角色。如果这里改变时间参数、坐标参数、种族参数，就会显化入不同的频率区间中。当然，这只是举例，实际的意识调频要比这个要复杂、精微和自动化。我做些什么来赚些钱？你的问题，你助手不已经知道了，有信心就会解决。在此之前，你以前经常使你的生活足够哈，约瑟。我临时做些兼职艺术工作怎么样？没有什么大问题，有了钱可缓解你对雇主的愤怒。零可能会在必要的灵活性上遇到困难。当然，我想追求一点我的现实。那就这样做，实力、目标、才能和爱好都在你的身边，他们会带来成就。这一段中体现了罗的小我与内在自我间的相互纠结。小我渴望更富足的生活，而不自信导致他的内在渴望无法被全然的显化。罗的内在自我在多次累世间是很成功的大商人，对于如何获取财富可谓驾轻就熟。但罗小我的胆怯与畏缩严重地阻碍了内在自我的表达与能力释放。罗的小我又渴望财富，又不善于社交，对雇主有意见不敢明说，既相信灵性又犹豫，不敢全然地跟随自我内在热忱，导致匮乏灵活性的变通能力。在这里，塞斯说出了一个人想要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的四条必备条件，分别是：一、实力。事情想要达成显化，需要有能量的支撑，自我内在能量与外在社会能量，天时、地利、人和。实力不够又不能借力，那想法始终也只能停留在想的阶段。二、目标。有了能的力，这力量往哪里形成推动很重要。这时目标决定了显化的方向与结果，想得太不贴谱或太不敢想，会导致有力无处用或力所不及。三、才能。有了力量，有了目标，你是否能有效地利用这力量朝着目标前进呢？富二代中有多少有实力也有目标，就是自身修为不足，搞什么搞砸什么，没少费力气，结果一事无成。才能是运作的手段，要不自己能行，要不能使人善用，屈尊礼贤下士。四、爱好。最后一切都就绪了，但其所行非无知初心所愿，每天都对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十分厌烦，即使得到了成就也觉得如同嚼蜡，没有热忱也没有喜悦在其中。那这样的生活与工作，即使再有前途再赚钱，也不能给自己带来心流体验，只是在耗损自己的生命。如果这四样都在你的身边，那他们就会为你带来真正的成就。这成就不是你一时的名利丰厚，而是你可以快速地达成内在的成长。毕竟只有这个才是灵魂唯一真心在意的，剩下的财富、名利、荣誉、爱情、孩子都是故事里的东西，死不带去。真关于理念建设的这本书什么时间就可以完成了？开始后的两年。出版会有什么困难吗？有些。它会被出版吗？是，完成后不迟于一年。你能告诉我们谁会出版吗？我会。这将是三册。三，自动回答。一卷，二年，三，全部。你觉得这本书的内容怎么样？优秀。这一段其实是让人细思极恐的，因为对于塞斯来说，一切已经发生，真的出生到死亡，
一生中的经历都成为既定的事实，就在那里，犹如拍摄好的电视连续剧。而这些剧情塞斯都看过了，还不止一遍，鲁伯也都看过了，在上一世，只有真与在真内的片段在当下一天天的在演绎着其间的过程。就好像48集的电视连续剧，突然有一天，其中第18集的大女主能和你这个观众对话了，告诉我之后我嫁给了谁，我这个孩子活到成年了吗？皇上最后发觉自己是绿帽子王了吗？演员知道自己要演的剧本，导演知道全部剧情，观众知道供应那部分的一切，就只有角色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根据真的说法，是感知创建了物质世界，这正确吗？正确，物质世界就是理念建设，大千世界就是如此。这个问题太大，我就不在这里展开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去查什么叫做原世界，它是怎么运作的，它是怎么构建的，它是怎么被你感知到并吸引为真的，你又是怎么参与其中左右它的发展的。我们生活在一层层由思想与感知构建出来的虚拟子空间中，并不断地开拓着更深一层的虚幻仿真世界。一部分人渴望脱离出来，一部分人为了新的财富密码和一念无明，会再深潜下去。为什么真会闪现出这样一本书的直觉？生活环境的直觉和诗。这本书将是真一生的主要工作吗？这是一本重要的书，但只是根源，会经常开花。另一时间会进一步说明，很多，很多。对于真和罗，他们看到一枚种子被埋入土中，是否会发芽都是问号，而塞斯看到的是完成时，那水蜜桃硕果累累的枝丫在收获的风中摇曳，孩子们嬉笑着跑来，从枝头摘下红彤彤的甘甜，汁水滋养哺育了他们成长，他们又怀着感恩的心把种子带向远方，让其芬香四溢。